湘云次日便邀请贾母等赏桂花，凤姐力荐在园中的藕香榭。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，四面有窗，左右有曲廊可通，一是跨水接岸，后面又有曲折板桥暗结。姐，是湘云妹妹做东，大祖宗多吃你个。螃蟹不可都拿来，人就放在蒸笼里，先拿十个来吃了再拿。来，老太太。我小的时候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，叫做什么枕霞阁，我那时也只像他们这么大年纪，同姊妹们天天玩去。那日谁知我失了脚掉下去，几乎没淹死，好容易救了上来，到底被那木钉把头碰破了。如今这鬓角上指头顶大一块窝，就是那残破的。哎呦，众人都怕进了水，又怕冒了风，都说活不得了，谁知竟好了。那时啊活不得，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啊。可知啊，老祖宗从小的福寿啊就不小，神差鬼使他碰出个窝来，好成福寿啊。寿星老头上原就是一个窝，因万福万寿盛满了，所以啊到土高处先来了。这么好啊，可了不得，只管拿我去笑起来，恨了我，撕你那油嘴。回来吃螃蟹恐积了冷在心里，怕老祖宗笑一笑开开心，一高兴啊多吃两个也就无妨了。因为老太太喜欢他才惯着他这样，还这么说明儿啊他越发无礼了。我喜欢他这样。老祖宗，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，家常没人，娘儿们原该这样。唐叔体力不错就罢，莫的倒叫他从神似的做什么。老祖宗快吃螃蟹。哎，崔吕，你再找人盛两盘子螃蟹给赵姨娘和周姨娘送去。哎呦，你不惯张罗，你吃你的去，我替你张罗，等散了我再吃。快坐下吧。到底是我的东，哪能够让你忙，倒是鸳鸯姐姐、平儿姐姐和其他的几位姐姐也吃该吃些酒和蟹才是。这个容易，快坐下。平儿，哎，让人到外面那个亭子里去摆桌子。是，你们都闹去吧。那就多谢二奶奶了，二奶奶在这里伺候，我们可真就去吃了。去吧去吧，这里有我伺候呢。那我们可真就去了。哎呦，快去吧。老太太、太太、姨太太，我们可真去了。去吧去吧去吧，老太太和太太姨大爷，快去吧。好了，去吧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，快去吧，真是去吧，快去吧，走吧。哎，鸳鸯，鸳鸯，你来看呀，那边也不错。婴儿子前，哦，我们上那儿去，这挺好的。我们过去了，走吧，走。漂亮，那我们去了。我替你们照看着。你看怎么样？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呀就放心的吃吧。你就别忙了，让凤丫头张罗去吧。好，瞧他们玩的。我们也去做事吧，我去叫云妹妹。云妹妹，嗯，走啊。干嘛去啊？你忘了不是要做东起诗社吗？好好的陪着老太太跑到这儿来淘气做什么？这些呀，都是云妹妹的孝心，她昨日来了就便说这园子里啊秋色正好，要请老太太和太太吃蟹赏桂呢。
所以啊，我们闹着他，让他顺便做个东，岂会失色？好好的学外面那些爷们儿，起什么诗社？还要去考状元吗？哎呀，这无非是他们姐妹们一处玩的把戏吧。任凭他们去玩，我们陪老太太说笑。啊，他们有他们的玩法，咱们乐咱们的。既然不是你老子吩咐的，你就去玩吧。哎，老祖宗同意了，快走吧，二弟三妹妹。去吧，我们去吧。别吃太多螃蟹，也别让你林妹妹吃多了，她身子弱。放心吧，老祖宗。仔细，别受了凉。好了，好了，放心。云儿，跟你哥哥姐姐们好好玩去吧。知道了，老祖宗。你别常去打架。回来我可不依呀。放心吧，老祖宗，我们走吧，先走吧。少吃些酒，别着了凉。是的，是的，太好了，放心吧，走吧，妹妹们，那就王姐姐，我们走了，王姐姐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吧，走了，走了，走吧，你也去吧，看好他们便是。哎呦，大嫂子，你快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太太，那我去了，去吧。哎，你看大嫂子，什么呀？我不告诉你们，你们自己瞧瞧。好，过来看看。仿菊，哎，问菊，三菊，从你，这是谁想出来的？真真心机巧妙。这些题目固然蹊跷，只怕做不出来吧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宝姐姐说了，她最不喜欢限韵，分明是好诗，何必为韵所苦？咱们且别学小家子做派，索性不限韵，有了好的只管写出来便是，是不是王姐姐？果然这样好，我也最喜不限韵的了。哎，翠缕，你再找几个人在那边台子上也备一桌酒，捡了热螃蟹来，请袭人、紫娟、思琪、世叔、入画、婴儿、崔墨他们也过来吃酒吧。姑娘别顾我们了，若嫌我们吵了，我们自去便是了，这可是折煞我们了。偏你规矩多，哪里就折煞了，赶快过来坐下好好吃酒。是。吃上螃蟹了。二奶奶出来做什么也不让我们受用一会儿，是不是啊？受用啊。瞧瞧，快瞧瞧，鸳鸯这小蹄子是越发的坏了。二奶奶，我可是替你当差，你不领情还抱怨我，快准备酒来我喝。二奶奶既这样说，那我就给你斟一杯。快斟上吧，你也喝了这一盅，这是自然的。快喝快喝。哎，去，我们也去，我们去。走，走，二奶奶，我们也来敬杯酒。我们也来。来，素云，你还不赶快敬一杯？还有我，二奶奶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别让奶奶喝了，别让奶奶喝了。奶奶，吃个蟹黄吧。哎呦，好肥的螃蟹。多倒些姜醋来。是。快坐去吧。好没脸，吃我们的东西。哎呦，你还少和我作怪。你知道你林二爷可是爱上了你，他和老太太讨你做小老婆呢。这也是你做二奶奶说出来的话，我不拿个新手摸你算不了。吃了几个螃蟹，倒喝了一碟的醋，他也算是不会冷餐了。奶奶，哎呦，这奶奶，你瞧我，是驴了眼了，回望你娘的。是个报应。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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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见了什么这样乐呀？告诉我们也笑笑啊！有人打了，我来看主子一脸的螃蟹黄子，主子奴才打架呢。你们看他可怜见的，把那小腿子、蹄子给他点子吃，也就完了。是，二奶奶，你听见没？老太太说了，这满桌的腿子啊，你只管吃就是了。好啊，我可受不了你了。这凤丫头，快别疯得没了规矩。姐姐，啊，你快来看，啊，你看他们在干什么？都是老太太惯的，那奴才没个奴才样，这群小蹄子们都蹲鼻子上脸了。你瞧林姑娘干嘛呢？她一个人在钓鱼呢。他写诗呢。这边姊妹们各自思题，探春和李纨、惜春立在垂柳荫中看鸥鹭，迎春独自在花荫下穿茉莉，宝玉伏在宝钗旁边说笑两句，又看了一回黛玉钓鱼，不一会儿功夫天就暗了下来。姑娘，我来吧，你只管吃去，让我自斟，这才有趣呢。那我去了。妹妹刚吃完螃蟹，体型又凉，须得热热的喝一口烧酒。来人，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来一壶。是。哎，妹妹先别喝这个了，烧酒马上就好了。哎，宝姐姐，可是有了。宝姐姐，第二个我已经有了四句了，你让我做吧。我好容易有了一首，你就忙得这样。坐吧。二哥哥，嗯，你可有了，写完了才能看别人的，快走。我不是有意的。你先勾自己的吧，快去。你先勾，你勾哪个？啊？你到底勾哪个？我，他勾了哪个？纺局，这个有意思。云妹妹，该你了，我也来勾一个。对局，共局。云妹妹，你也该有一个自己的号，这个箱子不太恰当。我们家里如今虽有几处轩馆，但又不住着，借了来也没去。哎，方才老太太说你们家也有这个水亭，叫枕霞阁的，难道不是你的？
如今虽没了，你到底是旧主人。依我说，叫枕霞旧友就很好。哎，这个不错，有道理。可好？以后就用这个号了。对，你以后就叫枕霞旧友。那就这个吧。咱们来了也半日了，这里风大，又吃了螃蟹，老太太还是回房歇歇吧。若高兴，明日再来逛逛。是，正是呢。我怕你们高兴，我走了，又怕扫了你们的兴。既这么说，咱们就都去吧。好，好久没这么乐了。是啊，大家多喝了几杯，高兴啊。哎，林姐姐来了，妹妹也有了。问渠，欲训秋晴众墨汁，喃喃负手扣东篱。孤标傲世携谁饮？一样花开未抵迟。浦路庭霜何寂寞？红归折鬓可相思，休言举世无谈者，解语何妨话片时。无赖失魔昏小亲，七十自沉阴，毫端韵秀临霜写，口诀琴香对月吟，满纸自怜题夙愿，片言水解诉秋心。一从陶令平章后，千古高峰睡到今。是首好诗。接谁饮，未抵迟，真的把菊花问得无言可对了。也不好，到底伤于先脚些，巧得却好，不露堆砌声音。等我从宫廷来，通篇看来，个人有个人的景致。今日宫廷，潇湘的咏菊第一，问菊第二，菊梦第三，题目新，诗也新，立意更新，独占三元，闹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。然后是簪菊、对菊、共菊、画菊，一菊次之，即是极公道的。回奶奶，姑娘们，老太太、太太已经回去了，让姑娘们仍回亭子里去坐，别被风吹了。我们就在这儿挺好的。是啊，大嫂子，你说的那是大嫂子过来坐，回去坐吧。妹妹，让妹妹坐。你让他们把螃蟹再蒸一蒸，重新上来吧。螃蟹来了，好香啊！哎，那我们快吃吧，还没烫手呢。好，快吃吧。我给你拿一颗。好，我帮你，你帮，谢谢姐姐。你也多吃点，嫂子，你先。
吃。看，就这个。妹妹，给你这个。把这个从这里剥开。这么多黄啊！哎，你们看，我这个是团旗的。嫂子，你也吃。好，真好吃。里面有好多黄呢，好吃，小心烫着。我帮你扒，快吃，哎，真香，快吃，快吃吧。妹妹，你吃这个，好吃。哎，你妹妹，你很知道啊，快吃，好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也给你包一枚，多吃点。好，四妹妹你也多吃点。今天呀，吃好赏贵，亦不可无失。这回我先来。好啊，拿纸墨来，我去看看他写的什么。池敖净洗桂英凉，泼醋雷浆星欲狂。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是有的。你这会子财力已尽了，不说不能做吧，还贬人家。谁说不能了？老师，我的不及你的，还是撕了吧。你的那个好，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，你还是留着给别人看吧。我也勉强了一首，未必好，写出来大家取笑吧。我去看看宝姐姐写什么。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好句，写得痛快，我的诗也该烧了。这是石螃蟹绝唱，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，只是讽刺诗人太毒了些。平儿来了，奶奶，你们奶奶呢？怎么不来了？她哪里得空来？因为没有好生吃，自己又不得来，所以叫我来问问还有没有，叫我要几个，拿家去吃吧。有多着呢，我去帮你拿。那去，好，来，你进来喝几杯。去挑十个最大的螃蟹，要喝自重了。快坐下，坐下。来，给你倒。拿几个团旗的。姐姐，你就快坐上吧。坐下吧，姐姐。好姑娘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们奶奶那儿还等着我呢，偏要你坐。来，把酒喝了。大奶奶，我真的不喝。不行，一定要喝吧。你就喝了吧，姐姐。喝了吧。奶奶，那我先去了。你急什么呀？快回来。奶奶，我们奶奶那儿真的还等着我呢。偏不要你去，显得只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。先把盒子送了去，就说我把平儿留下来。就是姐姐。你也坐。你们看，真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，命却平常，只落得屋里使唤。不知道的人，谁不拿你当做奶奶太太看呢？是呀，平姐姐。好，平儿，你自己不觉得吗？啊，你们看，平姑娘自己都不知道呢。别什么的，我怪痒的。圈儿这怎么了？我碰你一下你就说痒，怎么痒了？让我看看怎么痒了，啊，怎么痒了？是什么呀？没有什么，大奶奶，让我看看。什么东西啊，姐姐？没有什么，就拿给我们看看。哎，给我看看，没什么要紧。有什么东西我都不能看。快
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嫂子，我今天要看了。那嫂子这是什么呀？奶奶，来还给我吧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里面藏了什么秘密。钥匙，快看。这是什么钥匙啊？什么钥匙啊？哎，要紧贴紧的东西怕人偷了去，却带在身上。奶奶，这是我们奶奶的钥匙。哇，成日家和人说笑，有个唐僧取经，就有个白马来驮他；刘志远打天下，就有个瓜鸡来给他送盔甲；有个凤丫头，就有个平儿。你就是你们奶奶的一把总钥匙，还要这钥匙做什么？就是萍姐姐，奶奶吃了酒，又拿着我来打趣着取笑呢。姐姐，这倒是真话。我们没事评论起人来，你们这几个都是百里头挑不出一个来的。妙在个人有个人的好处呢，大小啊都有个天理。比如老太太屋里要没那个鸳鸯，如何使得？就是，从太太起。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？现在他敢驳回，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。老太太那些穿的戴的，别人不记得，他都记得。要不是他经管着，还不知被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。那孩子啊，心也公道，虽然这样，倒常替人说好话，还倒不一世欺人的。老太太昨儿还说呢。他比我们还强呢。那原是个好的，我们哪里比得上他呀。哎，太太屋里的彩云也是个老实人。可不是呢，外头老实心里有数，太太那么佛爷似的，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，凡百衣应试都是他提着太太行，连老爷在家外出去的一应大小事儿他都知道，太太忘了他背地里告诉太太。那也罢了，这个小爷屋里要不是有个袭人，你们度量要闹个什么天地。回大奶奶，二奶奶说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药嘴吃，这个盒子是方才从舅太太那里送来的磷粉糕和汽油卷，给奶奶和姑娘们吃的。二奶奶说是你来你就摊住嘴不去了，见你就少喝一杯吧。我多喝了又能把我怎么样？既如此，那我们敬你一杯。来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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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凤丫头啊就是个楚霸王，也得这两只膀子好几千斤底，她要不是这个丫头，哪里有这么周到。来，我们敬你。先时陪了四个丫头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就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。你呀、啊，是有造化的，那凤丫头啊也是有造化的。想当初你朱大爷在日何曾也没两个人，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。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，所以你朱大爷一没了，趁着年轻我都打发了，这要是有一个还守得住，我还有个臂膀。好好的，怎么说起这些话来了？美得自己伤心，不如散了倒好。我来了也半日了，真的该走了。我们也该到前面老太太那里去请安了，散了吧。平儿姐姐，哎，走了呀，走了。平儿，我们顺路一起走吧。好啊，走。嗯，今天的螃蟹可真大个呀。真是不错，这史姑娘啊可是用心了。是啊，那么快都三斤了。真是，奶奶还在这等着呢。是啊。平儿姑娘，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和太太都还没放呢，是为什么呀？你快别问了。
横竖啊，再迟几天就放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吓得你这样。这个月的月钱，我们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给人使呢。等别处的利钱收了来，凑齐了才放呢。哎，因为是你，我才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啊。难道他还差钱，还没个足印，何苦操这心呢？何曾不是呢？这几年拿着这一下银子，翻出有几百来了。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，十两八两的零碎攒了放出去，只他这提起利钱，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。拿着我们的钱，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，哄得我们呆呆的等着。你又说没良心的话，难道你还少钱使？我虽不少，只是也没地方使去，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呢。你倘若有要紧事用钱使，我那儿还有几两银子，你先拿去使，明儿我扣下你的就是了。此时也用不着，只是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够了，到时候再打发人去取就是了。到时你只管来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好嘞。喝得有点微醉的平儿，仗着平日和袭人相与甚厚，便把凤姐放利的事私下透露给了袭人。她答应着袭人，已经出了园门，来至家内，走到粉油大影壁前，便听见里面隐隐有丫头们说笑的声音。忽见上回来打秋风的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。平姐姐回来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上次来过的那个刘姥姥送来的。啊，姥姥里面请。哎，好好。哎呦，姥姥，哎，您老不离情。啊，对啊。哎，姥姥慢点。哎，好。姥姥请坐。哎，平姑娘，你坐你的。我先坐。周大娘也坐。哎，快给姥姥和大娘上茶。哟，姑娘，眼圈都红了。可不是，原是不吃的，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我死灌，不得已吃了两杯，脸就红了。我倒是想着要吃呢，没人让我。姑娘，以后再有人请你，可得带着我。哎呀呀！昨儿早起呀，我就看见那螃蟹了，一斤只称两三个，那么大篓子，两三篓子。哎呦！怎么也得七八十斤呢，即便这么着，上上下下的恐怕都不够。哎呦，哪里够啊？不过是那些有名的吃上两个，那些散重啊，只有摸得着的，也有摸不着的。哎呀，这么大的螃蟹，今年得五分钱一斤呢、啊，这十斤呢就是五钱，五五二两五，三五一十五。再添上点韭菜，哎呀，这一顿下来就二十多两啊！阿弥陀佛，够我们庄稼人呐过一年的了。姥姥，你是见过奶奶了？啊，见过了，见过了。说是叫我们在这儿等着呢。哎呦，这天也不早了。要不我们就先走吧。这话倒是，要不姥姥您先坐着，我去给您瞧瞧去。哎呀，那受累了啊，受累了。二奶奶呢？在里面陪老太太说话呢。嗯。这事儿你们没听说过吗？啊！说的真的。周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刘姥姥要回去呢，还晚了赶不出城去了。大远的，难为她搬了那些陈东西来。
完了就让他住一夜吧，明儿再走。刘姥姥是谁呀？不过是个远亲，上一年就来过咱们家，如今呀是来送些新鲜的瓜果的。啊，这可好，我正想个击鼓的老人家说话呢，请了来，我见一见。哎呀，是。我这模样啊不近吧，那个你告诉他们我回家去了啊。哎，姥姥姥姥，你就进去吧，不相干的。不、哎、这可是你老的福来了。我们老太太虽是惜老怜贫的，比不得那些个狂三诈四的人。姥姥你就别推辞了，让老太太等久了失礼。是呀姥姥，走吧。没关系的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哎呀，姥姥，哎、快进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进去，进去，你要进去吧，姥姥。请老寿星安。老亲家好。哎，好好，端过椅子来，请老亲家坐。快请吧。哎呦，姥姥姥姥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老亲家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啊？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啊？我今年75了。75了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健朗。是啊。我们生来啊就是受苦的人，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，要我们也都那么着，那庄稼地儿就没人种了。你眼睛牙齿都还好吗？都还好，就是今年啊，这里边这槽牙吧，有点活动了。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。眼也花，耳也聋，记性也没了。你们这些老亲戚，我都不记得了。亲戚们来见我，我怕人笑我，我都不会。不过嚼得动的，吃两口，睡一觉，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们玩笑一回就完了。这是老太太的福气，我们想这么着，那也不能。什么福啊？不过是老废物罢了。喝茶。我才听见凤哥告诉我，你带了好些瓜儿菜儿来。我这想个地里现结的瓜儿菜儿吃，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。那是野叶儿，就是吃个新鲜吧。我们想着鱼肉吃，还都吃不起。今儿既认着了亲，别空空的就去，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去。我们这儿也有个园子，园子里头也有果子，你明日也尝尝，
带些家去，也算是看亲戚一趟。我们这儿啊，虽没有你们的长院大，空屋子还是有两间的，你就住两天吧，把你们那儿的新闻故事也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。凤丫头，别拿她取笑，她是乡屯里的人，老实，哪里搁得住你打趣啊？请吃茶。哎哎。饭已经都备下了。哎，琥珀，哎，抓些果子给那孩子吃。是老太太。凤哥，拿些钱，捡些喜欢的，让小子们带他外头玩去吧。知道了，老祖宗。反而咱上前院玩去，多拿点儿。走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他们还真是有意思。哎，姐姐，我们一会儿去吧。哎，三妹妹，抽空我们俩下棋啊。好啊。姥姥，咱们到前院去吃饭去吧。哎，好好。走了。嗯。杯啊！进来呀。凤姐知道这位刘姥姥合了贾母的心，吃了饭便赶忙打发过来，让鸳鸯带刘姥姥去洗澡。姥姥，过来呀。鸳鸯姑娘，水都沸好了，还有姑娘才叫人拿来的衣裳在那儿放着呢。这是我的衣服，您穿吧。哎哎哎，姥姥，嗯，我帮您脱衣服，送送您洗澡吧。哎。不不，你可别折我的寿。哎呀，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，来，我受不了这个。啊，不是，姥姥，哎哎哎，姑娘，哎，我是粗人，实在受不了了。侥幸看破的
送。